强敌来了。大家好，我叫张玉琪。坐好了，我们要上课了。那今天我就教会你一道菜。琪琪你好厉害呀、啊！如果这里面选一个女嘉宾，你会选谁？我选张曼吧，张曼吧。我想把我准备的东西送给你。谢谢。今天冷吗？你穿我衣服吧。哎呀，油腻油腻，好油腻，臭小子。你有礼物送给你，谢谢。你今天真好看。哇，很可爱耶，送给你吧。谢谢。见面啦！史无前例的偶像剧综艺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恋爱高阶课堂，这里是由芒果 TV 独家播出的全国首创青年初恋启示录《真心大冒险》。我是应凯儿，我是欧弟，我是渴望拥有完美爱情的学姐谭妍妍，我是学长刘成林。今天的内容相当精彩，我们男生分为 A、B 两组，五位女生进行选择。哎呦哇，那这样女生的选择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会不会有人变成电灯泡啊？啊，这个肯定会有啊！因为一旦分组了，我跟你讲，分到不想跟他在一起的那一组怎么办？我们要看就是这个啊！哦，看吗？看不看 ？Go。哎呀，第二个是你！哎，你是不是好尴尬呀？我坐你对面吧，那就。你坐边上，你别坐我对面了。行。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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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其他人呢？马上就来了。Hello，Hello，Hello，Hello。哇，到好早。哇，好软啊。Hello， 大家好，我叫汪根。哇，女孩呢？女孩在哪里？来了 ，Hello，Hello， 你的辫子好好看啊！今天精心整的小辫子，蛮好看的，好看好看。他们怎么还不上来？哎，对啊，李东阳上次你说了，烘干器，产品简介，快速烘干，便携干衣器，这不一点都不浪漫？哎，我觉得很实用哎，我也很想收到那个。朱一鸣给你送的手那本书啊，什么漫画书，送给你。谢谢。你今天真好看，你今天格外的好看。谢谢。真的。我的妈呀，真浪漫。干嘛？我也很想要烘干机，好不好？那下次我转告他一下。你看晨晨
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的感觉。如果他会羡慕还有救哦。对，如果他羡慕都不羡慕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好好念书好了。哇，好久不见，我真的好久没看到你了。哎呀，我还是不会单眼角。嗨，嗨。那我们现在先来问张曼，好好奇，我们在聊那天晚上礼物的事情。啊，我收到应该是1.5份。就0.5分是汪更给的那个，为什么汪更变成0.5分？怎么了？我没有礼物啊，我们只收到了0.2。我跟洋洋重伤。你直接讲重点吧，我们只关心张玉琪送了你什么。啊，玉琪送了我一个玉琪。衣服。你说你们家玉琪送你什么？家玉琪送我一个水晶球，然后水晶球里是一个龙猫。哦。李东阳，你知道你送了什么东西吗？快看手机，看手机。分成 A、B 两组，怎么分？4-1分是吗？啊，然后你单独分出去。那凭啥呢？这样我们四个让他单独吧。你看他这意思，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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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最简单了，手心手背，黑白配嘛。来。手心手背。好了，愉快的决定了。这样我们四个让他单独吧。恭喜你，天意啊。我们拍完了吗？要不再来一把吧？来一把吧，我觉得来一把，看命运。来，手心手背，那就这么定了。那就咋样？对啊，就是这么样。我觉得可以。我们人多的叫 A 组吧。再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好，人多 A 组，我们俩 B 组。哎，其实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张曼真的很聪明。我现在觉得狼应该也是你猜的那两个。是吗？哎，你说谁啊？汪更和牛超。为什么？我感觉，我不知道。我上次说了汪更和张雨绮，你觉得呢？我上次说的是玉琪和明明，然后我上次说牛超可能是，我觉得明明肯定不是。为什么明明肯定不是啊？因为他从美国来的汤姆。哎，我差点信了。我还愣了一下，你们都说阿朗斯。那么尬吗？这个分子。这也太尬了。我们直接选吗？还是讨论一下？我觉得一帆应该是想要去 B 组。我想去 A 组。你想去 A 吗？B 吗？因为一帆想去 A 组。哎呀，那就不对了。朱一鸣送了他礼物啊。怎么说？关于朱一鸣吧，在我看来，我觉得朱一鸣不可能第一期就说认定是我，他肯定是要接触别的女生的。我也不确定朱一鸣是不是最合适的那个，所以我选了 A 组。A 组有我想了解的男生。你吧，让我再考一会儿吧，我也纠结。我再看看便当。为什么我说了 A， 大家突然考虑起来了？你们是觉得我一定会去 B， 对不对？对啊，我们都猜你会去 B 呀。你想去 A 还是去 B 呀？我要说想的话，我第一反应我肯定是想去 B。我想的就是，刘超在哪一组，我就选哪一组，然后跟他再多聊一聊，多相处相处。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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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不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把牛超吃得太紧了，给你们个机会。不是因为我他都没有跟你们相处嘛。你们难道去之前都没有想好就是有想了，这是看谁肯定有想了。那你们快说、啊、因为大家都不说谁开头嘛。那我先表态，我想去 A， 但是我是更想跟一帆去耍子一下啊。耍子呀，那我去 B 嘛。我去 B、啊、你们先吧。那我选 B 吧。我也选 B。 我就跟 A 样吧。就是现在就是三个 B 两个 A 样。A B 对吧？没错。哎，那这两个还是在一起啊？啊，对啊，牛罗组合。那样样究竟想跟谁？样样牛超啊，他之前约问真心话的时候，不是问他了吗？说，样样，请问你如果说明天想要和人约会的话，你想要和谁呢？选牛超了，应该有掌声。没有掌声，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那岳一帆最喜欢谁啊？就是看节目的原因啊。好，再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哎，你感觉谁来？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啊。你猜谁能来？我猜全能来。那他们三个人干嘛去了？那给他们留影吗？那咱们四个人啊。穿的好阳光啊。你也是呢。是吗？很帅，特别帅。是吗？哎，你们三个人来，那边就两个女生。那边又尴尬了。昨天晚上你们不知道分组情况啊？我不知道，是你们女生选，我们根本不知道谁选谁。我们故意三男两女，两男三女啊。就你出计划。怎么就我出计划了？你们是不是感觉那边没意思啊？对啊，这边有你真是太有意思了。哇，你好会说话呢。就是穿泳衣出场真的很尴尬，大家才认识几天呀、啊？晨晨呐，你在穿潜水衣吗？你们以为我没穿衣服是吧？啊！啊，温泉呢、欸？温泉，这样可以吗？啊，我们节目尺度可以吗？这么随便吗？让我们晨晨坐着，站坐。差一个抖脚了，晨晨已经。程程这是在泡脚，把脚合起来，妹妹。怎么觉得大家都好尴尬？对，是有点尴尬哦，就是。哎，如果我们四个去泡温泉会尴尬吗？不会怪，因为他们现在有点小暧昧，所以才怪。哦，因为喜欢才怪。我们很正常，我们四个有什么好怪的？也对。没有。你们都不下了吗？你俩？目前不想下，等一下。
下来吧，你都坐那儿吃，刚好我在那儿。哭了吧？你也脱，你陪我一起脱，要不然我们几个人太脏了。我觉得 OK。行，你先脱完了脱。光秀都挺快的。我感觉这个节目进度有点大哈，嗯，尺度有点大，马上就开始友谊相见了。B 组的两个男生我都没怎么接触过，我是蛮想了解牛超的，其实是有想过要约明明的，看起来就挺阳光的。咱们三个可是一人压了一个女孩啊，我猜子睿和一帆吧，我猜样样张曼吧，我猜是子睿跟张曼。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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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恨自己看得不够远。哇哇哦哦，哎，快点儿！Hello, here. Never seen you before like this. My God, you. 哇！今天好漂亮啊！啊，谢谢谢谢。我觉得张曼越来越好看呢、哦。我们散步吧，我们赶紧去里面玩吧。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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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是挺开心的，这个地方很漂亮，除了这个地方重要之外，还要看是谁和他一起去玩。早上吃饭了吗？吃了一点。吃了一点，一点点。饿了吗？还可以吧。哎，张曼，你不是厦门的吗？你来过鼓浪屿吗？来过呀。那交给你了。要这里面是算啥建筑风格呀？加更建筑，就是就厦大、华大、吉大都是他建的，然后他是很有名的华侨。再披一个阴影，咱们永远都是这样。你就是喜欢张曼的，对。传说这里有一条小路，相亲相爱的男女走过就会终成眷属。这是一个带仙气的路。我好饿啊！我们吃点这个吧。啊，这什么呀？这个是墨鱼丸。你能够尝一个吗，哥？下一个。OK。尝一个。送的。送的。哦，谢谢。好吃。谢谢哦，哥。哇，这个队太夸张了。那他俩人呢？不知道啊。我刚才在看他。路人呢？就大家可能比较自然的分组了。就分组了，大哥。分组。你俩要吃鱿鱼吗？你要吃吗？我不吃了，我要联系一下一凡他在哪。我在餐馆，人家吃海鲜。你们觉得一凡跟汪哥有戏吗？他俩有就是挺小极端，你不觉得？就一个性格很活泼，一个性格有点小闷。你觉得一凡活泼？还好吧，没有很闷吧，我觉得。我觉得三个人都排有点浪费时间，你们去买点其他东西吧。来，好 ，OK 吗 ？OK， 谢谢。
这就走散了。昨天晚上我还特地画了一个地图，我想去的一个冰淇淋店，这是一个陶社，这是沙滩。一凡跟一旦在一起了，现在真的一凡一旦，他俩应该真的就是凑巧一起走散了。哦，哎，那个就是土耳其冰淇淋，咱们去冰淇淋吧。土耳其冰淇淋啊，好。终于要到我了，好紧张啊！加油加油加油！快尽力追！第一的门是你的，姑娘们再加油加油加油！快点！大一点，大一点！谢谢拉丝儿，他们有小火花耶，有小火花。哎，拍照的男生很加分呢，是吗？小春会加分吗？我的妈呀，你知道他，我全部最丑的照片是他帮我拍的。别人拍女朋友看书的时候这样看，我比如说我这样看或怎么样，他拍了。哎呀呀呀呀！你有病？他说我真的很冷，我真的很冷。不要再学他了。他我你也知道我本身是一个模仿专业模仿界的啊。对，但我唯一就是学不会陈小春。师傅，请你收我为徒吧。怎么学陈小春？首先脸要够臭，脸要臭，声音往下压压，对，愤世嫉俗。你的眼睛怎么有点无辜？不行，就是不屑，不屑。你在学大张伟吗？像大张伟吗？好像。哎，不是，哎，不是，不对，你放弃陈小春，大张伟就 OK 了。别闹了，不要再加深我跟他的过节了。对不起，哎呀 ，sorry， 没有，开玩笑。然后嘞，来，继续看，用大张伟来看。你能联系到汪哥吗？咱们中午可以一起吃个饭啊。对呀、啊。乖兮兮的。好可爱啊。对啊。要摸一下吗？我不敢摸。为什么不敢摸？我怕，我不想打扰他睡觉的，不要打扰他。你打人家睡觉干嘛了？把这个给你弄下来了，你在这放进去。好了，这个我解决。好，可以。干嘛呢？吃了吗？哦，别再拍啊，再拍吗？别拍了。哎，他们俩还挺有感觉的，就是那种初恋的小纯爱的感觉，就突然很有 CP 感，为什么呀？好乱啊！其实现在就是他们都在试试看吧，我觉得。今天他，我觉得每天可能感觉不一样。而且干嘛锁定一个？搞不好、啊、搞不好没戏。试了一轮再说。是的，对对。哦，还回得去吗？哪儿呢？对，再找一下。张曼有一点点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啊，太明显了。这从这次回来好一点。好，大家慢慢也熟了。哦，是吧？哦，天哪，完了！我带齿了。
没事啊，一擦就擦掉了。拿那一杯，你拿这边不洒了，没事。还搁这儿呢，让他挑一杯。哦，回来了。回来了，我还撒了一路。我俩对不起你。没事儿。王总，他俩干嘛呢？他俩人一拉着小手，开开心心的蹦蹦跳跳的。王总不像是能蹦蹦跳跳的吧？他应该可以，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开放开。张曼，你吃辣吗呢？一份辣，一份不辣吧。其他的正常，一份辣，一份不辣吧。OK， 你吃葱吗？吃，都吃。谢谢。走了。哦，走了。拜拜。哇，太不容易了。哇，这个辣的比辣的好吃。辣的好吃哈。别动，嘴上还有一点。怡琪在擦张曼的嘴。怡琪是喜欢张曼的，对。听没听过一句话叫，就是吃的是什么味儿的猪蹄不重要，和什么样的人吃猪蹄最重要。同样形式的话听过。下午咱们几个能见面吗？应该肯定会见到的。哇，都大家都想去看最好票，最不是最好看的地方。哎，有点尴尬了，三个人开始尴尬了。而且对着两个男的说，对，可是在对着两个男啊聊另一个男生。如果是那个流星花园的话，就是山菜了。哇，好爽哦。然后旁边的两个人应该是西门和美作，因为他都不喜欢。没有用啊，山菜最后还不是对，也不是言承旭啊。言承旭最后也没有跟林志玲在一起嘛，到底有没有嘛？好像有吧。说是和好了，说是快结婚了。真的吗？假的？你怎么知道的比我们还多啊？你们没有看微博吗？没有啊。那天微博我看到，然后呢，他抱他一下。对，他说他们两个有一个秘密，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的好消息啊，什么什么这种的。哦。那好消息不一定是结婚啊。言承旭还有什么好消息？新戏要上了。他们两个抱言承旭跟那个刘德宏抱在一起，然后拍一张照，很开心那种。嗯，像拿奖一样这样子，就可能怀孕或什么，对不对？林志玲怀孕 ？Maybe。这可是大新闻啊！对呀、啊。不快了，走吧。上来吧，撤！先逛逛吧。我已经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了。走，咱俩去那边。好。鱼疗吗？是。哇。一地的鱼啊。下。等会儿嘛，等水放好嘛。好尬呀。好尬呀。你去把那个衣服穿上吧，有点冷。我有点虚，因为我怕痒。怕痒啊？你怕痒吗？还行，有一点吧。就怕还是不怕嘛？怕痒的男人疼老婆。你除了在学校，一般都待在哪儿啊？杭州。你是不是听不见我们说话？不是，我反应慢。我说他听不见。啊！您好。呀，刚才心里有一点不开心。其实鱼疗就是看，才不是，让你体会那种静的感觉，啥都不要想，就看。我昨天跟他们说，你上次让我说你像什么动物，我说像蛇吗？老虎呀。蛇，你自己说的老虎，我说的蛇。哦，我说我像老虎吗？因为我属虎呀。一点都不像老虎，哪有这么瘦的老虎啊？小老虎呀。
太瘦了。其实他们两个是觉得泱泱是电灯泡吧？泱泱应该自己也觉得啊。那泱泱为什么不走呢？他喜欢牛超吧？喜欢牛超，他怎么会走啊？糟糕了！那我觉得要走哎。你看这个位置排位就知道了、啊，牛超一直在隔一个人，有没有？他就不想坐中间。最开始是我坐在那边，然后其实牛超好像应该是坐中间的。完了之后，他可能觉得中间那个位置挺尴尬的，就是左右都要去片头说话，所以他是选择了坐在右边，才是那样个位置。我觉得我坐中间有点太不好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跟谁说话。其实我是想着让他们俩多说一点，然后就像那种父女之友一样，然后跟他们一起聊一聊。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们去中药池吧，走吧，那走吧。哎，这是什么？要喝吗？我最爱喝。真的吗？来，我给你开。看我男友的 Max。啊，谢谢谢谢。天哪，他给我拿纸包。但是他又拿了一罐。哦。哎呀，好尴尬。我不要，我不要。他给他开水，然后他给别人拿了一罐。再来一瓶。有吗？我也想要喝。啊，我觉得样样再开朗的人怎么样都会受伤，哎，他会不会变阴沉啊？好尴尬，他给他开水，然后他给别人拿了一罐。我觉得牛超真的不喜欢样样。我也觉得，就他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不搭的，就不走心。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们气氛才会这么尴尬。是，但是这样子才有趣嘛。咱俩去那边。好好。哎，这很养生啊。你喝姜茶吗？你对姜过敏吗？我不喜欢吃姜。然后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大一，哎，咱俩一样专业，工商管理还是财务管理？工商管理。你大几来着？大八。你好，大姐。这种问题太尴尬了，跟猜年龄有什么区别吗？对啊，你就猜嘛。大三。嗯，对。你有没有感觉那个，就是张曼就是跟汪根特别配？哎，我刚开始第一天就是见完面，就是从面相上来看，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就汪根说他特别配是吧？气质嘛。哎，你们昨天就是。就是知道 A 和 B 吗？知道，先发给我们才能选。哦。就等你们讨论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再讨论。就没出地点吗？开心吗？我来这组。特别开心。其实就对他印象一直挺好，只是因为两个人都不够了解，就是聊完之后会觉得我们两个性格上可能会比较相似。之前对李晨晨了解的话，可能是那种年龄小什么的，过于害羞什么那种，但今天好像特别放得开，感觉特别能玩，感觉还挺好的。坐这儿吧，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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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我要睡了。哎，你是哪人啊？宁夏。哎，哦，宁夏。宁夏有啥好玩的？你看过《大话西游》吗？嗯，在哪？我慢拍。
所以就取景地了。还有沙漠。你现在有沙漠。我们骑骆驼。上学，骑骆驼上学。你也听过哈？你听过？听过我就不跟你讲了。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们真骑骆驼上学啊？就是。他干脆潜水算了，他干脆潜水。玩游戏都挺凶的。你应该玩的很少吧？我觉得男生要是认真玩，应该都不至于黄金水平。不，我是不爱玩游戏，我的游戏智商有点。我不爱玩游戏好玩，游戏有啥好玩的？还是跳舞好。觉得我自己更像是电灯泡吧，就是他们两两一对，然后我一个人就很尴尬。嗯，我被你学这么难听啊。要迟开始，到后半段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不舒服，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因为我是觉得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在我心里比较特殊的位置上，但是他没有回应，可能也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吧，所以到后半段我就挺失望的，然后也不太想说话了。好落寞呀，杨洋。哦，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他现在处境这么尴尬？他做了什么？他没干嘛呀？他很努力了，他每次跟别人聊，他一直在问问题，就想要继续聊下去，然后别人都想主动的，就是看旁边想走掉。好可怜哦。你有曾经这样过吗？在一个群体里面被排挤？我怎么可能？他倒也没有被排挤吧？没有，他是自然性的尴尬。我觉得他们没有人就特别说，哎呀，我们不要跟他玩哦，我们不要跟他讲话哦，我们不要喜欢他，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就突然间就是，哎，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自然性的自己把自己给排出去了。哎，你俩坐这儿。那坐哪呀？没事，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太有意思了。你在等子睿吗？啊？你在等子睿吗？我说咱们过去吧。过去啊？啊？你不想玩了吗？咱们玩。都可以，我无所谓。那过去吧。你就休息休息休息。要不我把时间留给你给子睿吧，然后过去找他们玩。就是我过去。为啥？就我把时间留给你跟子睿啊。哥，好，我哥，坐。跟你玩我有点害怕。为啥？你人气太高了。我人气还高啊？对，你人气最高了。不是更更吗？更更是人气王。你是人气王。我变了。嗯。哎，但是这样配好像也还可以。很可爱，对不对？对，蛮可爱的。就青春偶像剧那种。这个池子没有人。对。就咱俩。就咱俩。咱俩。你看，果然吧，他玩得很开，晨晨 OK， 傻萌傻萌的，你看，你看小孩子，好可爱，你真是啊，就从朋友做起吧，好自然，好自然哦，他没有感觉有人在拍他，你知道吗？不知道这上面带不了好吧？跑过去，跑过去。我觉得可以哦，这两队可以哦。
我的发型就被你这么一弄直接毁了。你好，韩相，怎么讲？我今天真是有些素颜上镜，没有妆。就这样，就是清纯嘛。超超跟子瑞瑞那一组感觉是那个都会男女，然后现在画风一转变乡村爱情。他们不乡村了，他们是那种很单纯的感觉哦。你干嘛拿三把一把都不给我？给你，给我一把，给你一把。你不要送我啊！给你球。不用。你现在的发型特别酷。我的酷吗？苏水。黑马，好期待晨晨。他们两个真的还挺可爱的吧？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可以一直这么两小无猜，一直到最后。现在只有这个是我们目前觉得小美好，最不尴尬，然后也没有狼，对吧？没有狼。这边有点冷，哎，我给你买杯姜茶吧，这个超暖的，没事，谢谢，拿下。有点冷，你把衣服披上吧。是，你先披吧，然后等你找到你的衣服再那什么哈，我帮你披。大哥，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然后那个就是什么都要照他的规定来。你会冷，我就是觉得你会冷。我不冷啊。对，你来穿外套，我不管你会冷，你不要冷到。有一种冷叫做琪琪觉得你很冷。琪琪觉得冷。啊，等等，好好看，我刚才看了。我想。这个有蝴蝶的吗？呀，这是小时候的回忆。帮你挑一个好吗？挑个粉的蝴蝶吧。它这是传说中的灵威动。我觉得粉色女孩会都喜欢。我挑这个好吧。谢谢。这四个谢谢。走了，谢谢你。要现在戴上吗？啊，现在戴一个吗？戴一个吧。都买了。戴一个蝴蝶吧。你下一个。嗯。夹在一个可爱的位置。加你这个小发揪上 ，OK， 谢谢，超可爱，他说超可爱的，我在这给你照张相吧，这玩意太漂亮了，对，背影，宝贝的后面，贼唯美。本来今天想就是说大家一起吃饭，但是结果就分开了。我们聊聊八卦吧。什么八卦？我们来猜一下汪更的心动女孩。我觉得汪更应该蛮喜欢一帆的。啊，真假的？嗯，真假的。不然为什么约他？然后一帆最先选了 A 组。嗯，哎，一帆这次不是和小猪还挺好的吗？谁？和朱一鸣啊，是挺好的呀。不是，他想了解一下其他人吗？其他人。哎，今天玩了一天，开心吗？嗯，真的很开心。那就好。我记得你之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烤肉的时候。问我你是不是外表很成熟的感觉，内心很骚，对吧？我感觉就是当时从你眼里就看到一丝失望的表情，是吧？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以为你是那种类型，完全很稳重的类型。你喜欢那样的？不讨厌那样子吧。我是觉得你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是样样和张曼。因为那天晚上你是跟大家有打桌球，我是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吗？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明天要想一个人出去约会，会不会是曼曼？会。
觉得耀耀和张曼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其实第一天晚上你没发现我到后来又找了朱碧明跟那个程程又一起玩了吗？你跟那个张曼一直在一起坐着对吧？对，当时也感觉有一种可能感觉会尴尬一些，越是这样就是可能就是就可能越是不敢这样做，你懂吗？那你第一天对我的印象是什么？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导演问我哪个女生觉得你比较喜欢，当时我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曼，一个是你。我今天对一帆展现是最真实的我，然后我相信他会对我的印象分不会减分。今天跟汪更在一起，我觉得虽然我不敢说汪更现在是我心中第一个选择，但是起码肯定是往前迈了一大步的。可是汪更有一个状况是他对谁都好，他百搭，然后现在他搭一凡，一凡又被他吸引住了。他如果能把他都搭上了，他可能就是狼。想想明信片写什么吧。想想吗？思考。你是学中文的？我什么时候学中文的了？中文，张曼是学中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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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比较喜欢。当时我说了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你是学中文的，学中文的，一个是张曼，张曼。张曼是学中文的，他是学日文。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生气的。哎，可是女孩子真的会那么在意吗？会，不是，但是我觉得在意的点是，他把我记成了别人，另一个女生的。没有人学中文的，你把我记错可以。但如果有一个人 ，OK， 这可能影响后面一些东西了。应该影响到。好，看一下。啊，淡了。我又没有脸见人。犯大错了。那我写了，走更长的路，然后更善良，更温柔。哇，日落！哇，就这一点了，快赶上。哦，是这样，有个事儿想跟你说，因为我刚才去卫生间的时候，你们先上去，我去那边上个卫生间，然后回来。行，那边没有卫生间吗？应该有，你们先走吧，好像在那，就是帮我包起来就好。第一次和大家出来玩，然后遇到的女孩很幸运，我会觉得很幸运是你。我希望送一个礼物来纪念这一天，一个粉色的。哇，这个太这么快，哇，手链。完了，好尴尬，我没准备礼物。帮你戴上可以吗？戴我。情商有点低啊，他当着另一个男生的面送礼物，我明知道那个男生没有送。我的2018年很顺利，我也希望你的2018年也会顺利起来。就是纪念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昨天有点。diss 你的仪式感，但是今天一天接触下来，可能觉得仪式感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仪式感这个东西分人吧。嗯，想那么好，没有仪式感。我真的不行。我觉得你俩是特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是各有各的想法。其实还是有点冷，你要不要
衣服取过来，再套一下。没事没事，你穿我的吧。啊不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我这样子不好，我不好。要不弄得我那啥，我再来一层吗？你给对，你让你给他披一层。来吧来吧，谢谢老杨哥。他是一个很油腻的人，他可能自己给自己拟了一个剧本出来。没有，或者你们讲的也对啊，就是两个。哦，我们背一下，背一下，这样子，啊，这样舒服多了。哇！哇，好凉！哇，好凉！你冷吗？你冷吗？把外套披上。还好。啊，冷告诉我啊。这简直是电视剧里面的场景，电影里面的场景哦。哇！今天是2017的最后一天。哦，对哦。我们写一个2017吧，写一个大大的2017。扶着你点。好。拜拜，2017。这是2017年最后一个日落。我们要有点仪式感。要有点仪式感。许一个2018年的心愿，万一能实现呢？那个日落的时刻，我特别想让它出现。我觉得最开心的瞬间在那个最高的位置，大家去看最后的一个日落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一刻看着张曼，我觉得那种场面让人觉得像拍成一张照片一样，可能以后也会记得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跨年。那一刻我是印象最深，然后最开心的。今天在接触过程中，我可能对仪式感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会因为一件小事或者是一个特别小的瞬间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的一个人。在张曼面前就是比较像我私底下的我，和就现在就是朋友嘛，和朋友正常的就是相处的那种。就有海边的时候那个照片，我看到我们牵着手，我真的没有印象我们牵了手。可能就是不经意之间吧，可能彼此都有一些好感吧。我第一天我就对他印象很好，然后也很想了解他，今天就是有一些了解了，然后在一起讲话什么的，觉得都能聊得进去，不会尴尬，我觉得很好。不知道他们那边玩的怎么样？我也想去鼓浪屿。想去鼓浪屿，鼓浪屿有啥好玩的？我说还不如在那。好冷。我也觉得坐外面好冷。还是在水里舒服。走了，走了。哎，他怎么没进去啊？换浴袍吧。我是哦，谢谢。怎么？为什么那么瞅着我？因为你帅。今年的最后一天，对，我们要不要讲一下新年愿望？就让朱一鸣先说。感情方面，顺其自然呗。顺其自然，希望找到一个可爱的男朋友。可爱。下一位。找一个。像我这种凭实力单身的人，就是还好吧，是牡丹太白了，又是顺其自然，怎么办？我们寝室老常说一句话，为什么单身？因为太优秀。但是我现在不希望我再优秀了。新年愿望就是也找了一个呗。这个急不得了。他说他们在三秋田码头，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走，好 ，OK。走，慢一点。
他发信息没？没回呢。行吧，等等吧，等等吧。我都困了，我竟然。来了来了。嗨，兄弟。那。大爷，累死我了。走吧走吧走吧，我们往上走。耿耿跟一凡这边看似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我觉得挺自然的。你觉得很自然？嗯，我觉得还蛮甜，还有点 CP 感。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是我先入为主了。我一直觉得王耿和张曼他们两个是很和谐的。嗯，然后汪哥他今天的表现，他一点都不闷哎，他超怪的，怎么会有人突然个性像你知道，突然是那个人格分裂，突然变了一个人。反正你就是怀疑他了，他是狼，你就是怀疑他，他就是狼。对，琪琪跟蛋蛋是狼，但我也不确定了，但应该就是了。好，目前看来是这样。这边，因为这边是狼，所以尴尬很正常啊。对不对？但其实刚才张曼一直在想念汪耿，那我把他们俩发现没有？要好死不死爱上一头狼，就是他。我们现在为了要多给女生一点机会，对，选择还有了解，下周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单独的跟男孩子约会哦。第一次，第一次，主动吗？对。他自己选哦，女生选男生、yes ，第一次约会好重要的。Oh my god， 那会怎样啊？精彩！我特别期待长春会选谁。我们下礼拜一定要准时锁定我们的真心大冒险，再见，下周见，拜。他约的是，嗨，到底是谁呀、啊？天哪！好好看啊！谁？这谁？怎么会？他还是挺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想进一步接触。啊！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哇！太帅了吧！加分，加分，加分！如果他后面不要再给我整出什么岔子之类的，应该哇，好美啊！你都给我，你别都给我，你千万不要是狼啊！我不太想说骗人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只说前三的话，可能没有你，没有你。这手是什么情况？好配哦！这是进展最快的一对，牵手，牵手。好清新哦，我整个人都爽朗了。来亲一下。什么？Oh my god！ 他们俩已经谈恋爱了。我觉得超有 feel 的。你挑吧，你挑，我试给你看。你觉得好就好。好吧，过年带回家吧，过年带回家吧。他如果是隐藏真心的人，我会到厦门去揍他。Hello。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今天好漂亮啊！谢谢谢谢。
相亲相爱的男女走过就会成眷属啊。感谢以下媒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首席社交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 APP、深度合作媒体网易娱乐、特别合作 Zucker、搜 G、风行网、暴风影音、网媒支持、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央视网、南方网、中国青年网、红网、中国娱乐网、大香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猫扑娱乐、亚洲娱乐网、中公网。感谢114拉口袋生活宝典的大力支持，114拉有用。